脚印，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信心为听话之音，听话为信心之音。文正化由因为近神佑也，近神佑由因为信心也。其信心有两因，为听话以事为基。一切诸功德，以信为使命，以诸报之中，信在最第一。六人正神经，二节花不开，信心清净者，花开即见佛。六灵性界立交办，发心积力见如来。若有残缺不净心，业劫寻求难积故。
着人赐福名，不生却乐之心，有智慧而不惭愧，常在造福前。譬如神奇药王灭一切病，菩提心灭一切众生诸烦恼病。贵是犯悔恶，令对悔为善，时明照世间，诸日无分异。灵珠破骨破胸，从不随心作恶。真心作恶，如魂惑日；孝心起善，如忌消暗。六人做同罪，做伊亲自责。忏悔更不责，另外根本业。
切业障害，皆由妄想生。若有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僧罗，慧智能消除。就能如法忏悔者，所有烦恼悉消除。犹如劫火害世间，烧尽须弥并大海。人断体气在，理生为气者，气即精。好学道人，起心教念，行迹清净也。心性本净，诸过为垢，以智慧水洗涤心垢。人所作善恶，由四心得之：一者地心得之，二者
天神地支，三者崩临地支，四者注意地支。无疑之意，上主修好所言语，以知识，以顺法，即以利人之外，不为喜笑。世间诸人在世时，邪相自然生警惕。所谓口说诸毒恶，怀害自心。不得妄证人，含入罪法。不得传恶言，转上道言语。不得定上仁义，勿不见言闻，勿不见言见。是记者，不计报施，持戒、学问、道文，但修是己，得无量福。
宝义堂主问佛曰：“是食何也？”佛告彼：“是忧心，不共佛，不共其身，不共众生也。”又问曰：“是义食何？”答言：“不多义，修何义？不用粗义，是为是义。”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唱歌，现在医学证实嘛，唱歌对人体有很大的好处嘛。我本身呢就很喜欢唱歌。朋友即是空想，犹如水中月。愿与悲心成他力，生生世世。大家好。这是我们第三届的圣哲之歌演唱会。那在每一次的演唱会，其实我们本着初衷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声还有语，就是道歌的唱诵，还有意念，就是这些善念集合在一起，透过这个集气的力量传送到整个宇宙，传送到所有的生命，然后希望所有的生命都很健康吉祥平安。就是因为这些道歌都是这些成就者他们毕生的修行里面的领悟中的精要，所以我觉得把它编成道歌以后，对我们这些后学者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唱道歌的话呢，因为都是圣者的话语，所以我们在唱着唱着，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心情上面会变得更柔软啊，那会带你到一个比较祥和的那种感觉氛围，然后也会更放松，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唱道歌。愿以悲心成他力，生生世世无缺落。愿以悲，还记得全世界最美的声音吗？后来，他会自己走进幼儿园，他开始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也开始有自己小小的生活圈。别担心，国家一起陪孩子安心长大。
既然你不会永远留在这个世间，听闻的人们啊，那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你的旅程。在我们之中，谁没有想过去建造一幢坚固牢靠的房子，可以让我们住在里面数十年，并在我们离开世间之后还能维持数个世纪？谁不曾梦想致富，在余生免于所有的忧虑？是永恒的恶魔诓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事物能够持久，相信任何人事物永远属于我们，注定会令我们失望。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目睹人们在死亡时，心思完全被所爱之人与所留下的身后物占据，遗言除了一连串的执着之外无他，完全无视于等待在他们前面的命运。如果他们完全忽略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很可能是充满痛苦折磨的。相反的，圣者与真正的行者不认为自己拥有任何事物，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更别说财物或住所。听到这样的事迹或遇见这样的圣者或行者，是多么令人有所启发啊！他们是财物为暂时借来的虚幻之物。我们要经历很长一段旅程，去通过六道轮回，如同一名小心翼翼准备旅程展开环游世界的水手，我们应该亲近佛法，为自己面对一段甚至更长通过死亡与再生的旅程做好准备。今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不观听歌舞，不非食食，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念佛生净土。